我叫易佳，学习优秀，相貌端庄，能歌善舞，讨人喜欢。在家里爸爸妈妈爱护我，在学校里老师同学喜欢我，我觉得我是人见人爱的小公主。嗨，上天未免对我太偏爱了吧，呵呵。生活真美好呀，谁呀？大清早的吵闹着不读书，哟，是易佳呀。是我，怎么了？易佳同学，早晨是读书的最好时光，你没有听到他们都在读书吗？《弟子规》《圣人训》《首孝悌》《次谨信》，泛爱众而亲仁，有余力则学文。大家都这么努力，你怎么还不快去读书呀？哼，老师说笨鸟先飞，我又不笨，不用先飞，照样也能超过他们。知道你聪明，但也不用这么骄傲吧。老师说过，天才是99%的汗水加1%的天赋。你那1%的天赋比得过别人99%的汗水吗？就你啰嗦，当个班长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还是学习委员呢。就因为是学习委员，就更应该给大家做个表率。你没有听到他们读有余力则学文吗？你有闲暇的时间，怎么不去多学些有意义的学问？给你带的衣服，天气凉了，可不能冻着了呀。呀，这就是易佳的妈妈呀！没想到易佳平时打扮得那么漂亮，她妈妈却穿得这么节俭。她妈妈也穿得太节俭了吧？我看衣袖都磨破了，也该换件新衣服了。你们都在胡说什么？妈，你怎么也不换件新衣服就跑到学校来找我？同学们会嘲笑我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宝宝。哦，是佳佳。是易佳。好的好的，易佳，妈妈下次来的时候一定换了新衣服再来，坚决不给你丢人，好不好？嗯，对了，你有没有给我带来件粉红背心？粉红背心？哎呀，忘了，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洗呢。哼，那你还来送什么衣服？我最喜欢那件粉红背心呢。周易佳，你对你妈妈的态度也太不好了吧。就你爱管闲事。妈，衣服放这儿，你先走吧。好的，佳佳，你在学校要注意身体，别忘了吃饱饭啊。知道了知道了，真啰嗦，你快走吧，我还要上课。亲所恶，力为去；亲所恶，谨为去。身有伤，贻亲忧；则有伤，贻亲羞。不知道尊重父母，孝敬父母的孩子，可不会当点做，等一会儿我们要评评看哪个小组做的最快最好，最优小组的组长可能会被评为优秀组长。你们能快点做，你做的太慢了，我们组都评不上优秀小组了。每个一个虚荣的公主。组长，这道题我不会做，你帮我讲讲吧。老师不是说这些题上课的时候都讲过吗？难道你上课时候没有认真听课？对不起，组长，我刚才确实没有认真听课，所以不太明白，请你帮我讲讲吧。谁让你上课时候不好好听课，活该不会，我还有忙着做题呢，哪有时间给你讲呀？小公主，不能太自私呀。司博文，你怎么做题做到这么慢？组长，我本来数学就不太好，做题速度不太快的。你数学不好，怪谁呀？还不是怪你自己不如面。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我偏快。一个不懂得理解别人的公主。组长，我做完了，帮我改改吧。等会儿我还没做完呢，你干嘛做那么快？做得快有错啊。
一个有嫉妒心的公主。就让猫聊到齐吧。好的，你哪个题不会呀？就让我做完了，你帮我改改吧。好的，我看看。我想做的题我不会，你能帮我想想吧？当然可以。优秀组长，请候选人易佳、易涵和丽娟上台。我选我们组长丽娟，她乐于助人。我也选我们组长丽娟，她为人和气，讲题细心。我们组长丽娟为我们的学习付出了许多，我也选我们的组长丽娟。我选我们组长易涵。我也选我们组长，他人很好，从来也没有发过脾气。我们组长不光对人好，学习也很努力，很优秀。而且我们组长对他父母还很孝顺呢。有一次我去找他玩，看见他正在帮他爸爸妈妈洗衣服呢。我觉得我们组长各方面都很优秀。都是光知道选自己的组长，有什么意思呀？我也选易涵。虽然他不是我的组长，但我有不会的问题问他咨询，他总是很认真给我讲解。我也选冯一涵，他常常帮我纠正错误。我选丽娟，她不仅对他们组的人好，对别人也非常热心，所以我觉得她可以当选为优秀组长。你们怎么都不选你们的组长易佳呢？我们的组长虽然也很优秀，但是有不少的缺点，如果改掉，我一定选他的。有什么缺点？组长有点骄傲，有时还看不起学习不如他的人，还不喜欢帮助别人。组长有点霸道，不喜欢别人超过他。那次写作业我写得比他快，他就不高兴了。不光这些呢，上次跟妈妈聊的时候，你们没看见他对他妈妈的态度很不尊重家长？你们说的有道理，一个骄傲、霸道、不喜欢帮助别人、对父母也不是很尊重的人，确实不能被评为优秀组长。现在我们请易佳来谈谈他自己的想法。其实我很喜欢我们组的组员，有时为了小组的荣誉，我会急躁，会不顾及别人的感受。为了自己的学习，我不愿意帮别人讲题，怕浪费自己的时间。刚才我反思了一下，觉得这样作为组长我是不合格的，我很惭愧，很对不起大家，尤其是我们组的组员，我向你们道歉。最让我难过的是，大家提出我不尊重自己的父母。现在想想，我做的实在是不好。妈妈那么关心我，我却那样对她，我真是个不孝顺的孩子。在家里，我很少帮妈妈做家务，总觉得妈妈为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却没想到妈妈的爱也需要回报，妈妈也需要孩子的关心。我身上有很多缺点，骄傲，不懂得关心体谅别人。从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很优秀，现在我才发现自己有许多不足。老师说过，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一定会改掉不足，做一个真正优秀的小组长，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孩子，做一个老师同学喜欢的好学生。是的，有了错误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。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别人的赞美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，人生太过顺利就容易走偏。这一家同学一直很优秀，是我们心目中的好学生。虽然前段时间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并不正确，但我相信从今往后他一定会改掉不足，做得更优秀的。让我们欢迎小公主归来。
拍的这个校园心理剧《成长》，主要是针对目前小学生里面的独生子女存在的一些骄傲、自私、不孝顺父母、不尊敬长辈的一些现象来作为一个蓝本，让孩子们自己去演一演这些生活中的不太好的习惯。通过这次的演出，他们也明白了自己要做一个怎么样的孩子，在成长的过程中要怎么样去应对一些他们会遇到的一些困难，然后成长起来。我是《成长》这个心理剧的主要演员之一屈尔文，在剧中饰演班长这个角色。班长目睹了小公主一家的成长蜕变，从骄傲、自私、不孝顺、不尊敬父母，一直到她成长以后的蜕变。其实这些情节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写照，在我们平时生活中也经常发生这种事情。通过这个心理剧的表演，我们班的同学们都学会了做一个怎样的同学，然后呢知道了一些道理。有了错误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。然后有了错误并不要紧，只要我们及时的发现错误并且改正错误，就可以更好的完美的蜕变。我家李金如在这个成长剧中是主角周一家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骄傲、霸道、不懂得关心体谅别人的同学。他经过种种的事情之后，改掉了这些坏毛病。我可以从他身上看到我们和他都做得不好的地方，骄傲、霸道、不尊重父母等等等等的坏习惯。我希望大家看了这部剧后能改掉这些坏习惯，就像课文中，就像这个剧中所说的，以后做一个真正优秀的好孩子，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孩子，做一个老师同学喜欢的好学生。谢谢。想多感情